黄华，有一个网友叫做无畏的生活，你知道是谁吗？无畏的生活，畏就是害怕的意思，无畏就是不害怕，无畏的生活。军国伟时期，他就是悠然姐，因为他那个胃切掉了，所以叫做无畏的生活。他刚开始是赚了你300还是500，我忘记了，反正后来还帮你寄了很多东西，是吧？一样。然后这一次他又寄了一样东西过来了，就是这个东西啊。黄瓜，这里面是什么？锅，是锅啊。我再瞄一眼，看一下，这个是悠然姐寄过来的一个锅。哇，这个包的严严实实的，看不到，算了，不看了。试一下，你能不能提得动啊？提得动。看样子很吃力啊。这样吧，我帮你把这个带上去吧。这个悠然姐对你非常的好，是吧？那行，那我就帮你把这个锅拿上去吧。那么你没有想要对悠然姐说什么呀？悠然姐，真的谢谢你，你自己身体也不好，还这么想着我，真的谢谢。我现在只能说谢谢，希望你的身体也像我一样要坚强，我们坚强的过好每一天。啊，悠然姐跟你是同病相怜，因为她是得了那个胃癌，所以。胃癌，所以整个胃全部切掉了，也是非常的痛苦的。所以呢，他看到像你这样跟他同病相怜的人，是吧？他都会有那个帮助。那行吧，现在我帮你把这个东西拿上去吧。你看，今天我们很多人过来看你，看到没有？这么多人，他不上镜就不拍了。谢谢。就是这位兄弟啊，是吧？谢谢谢谢。好了，没事没事，你看他干。啊，这两位你应该认识了吧？认识。啊，这个是荷花姐姐，那个是牛大姐。好了，现在我帮这个黄花把这个锅拿上去，他这个上楼梯不方便。啊，这个东西挺沉的，你看我一只手都拿不动嘞。没事没事。也不是拿不动，就是说长期拿的话，拿久一点就手就酸了。但是拿是拿得动的，你上去你不用管我，你上你上你上。你这里我好久没上来过了，因为之前那个房东他跟我说了，你上去的话呢要登记，就是这个房东啊，他不让别人随便进来了，所以我就好久没来过了，知道吗？你看一下灯，看一下。哎呀，我去，兄弟，你这个房间面积太重了。有窗户开着。本来我想把他们接上来的，但是这个房间味道太重，我都不敢把他们接上来。再说了，人太多了，打扰他们，打扰那个房东不好，所以就不上来了。我这两天也在。那你这东西你，好进去吧。兄弟，那这个东西就给你了，那我就走了吧。平时的话，你注意通风，不是窗户打开。在这里人不在里面，把那个窗帘拉开，通下风。气味太重了，你身体本来就不好，这个空气不好的话，那你的身体就更差了。要保持那个空气是新鲜。那行，那就不打扰你了。好，我走了啊。谢谢哥们。不用谢。